Hello，我今天来做若来这款魔法城堡八音盒。这款八音盒的即兴音乐是波兰钢琴家巴达杰夫斯卡创作的《少女的祈祷》。整个八音盒由224片胶合板材质的碎片拼插粘合而成。Thank you.
想说只需要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，但我还是花费了大概4-5个小时的样子。不过八音盒的成品很有少女心，我还是蛮喜欢的。